你也是我最近最重要的人。小雨，我们收手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现在呢？流星怎么了吗？才有可能。看报看报，方程集团神秘云大婚。你有没有爱过我？我要说是为了钱，你也觉得很假。才看清自己的化身，你是棵树，我是青草。别走，不要走。你也是我最近最重要的人。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当然开心了。让开！